3月19日，木村拓哉与共同建香的长女西美正式出道，以艺名可口米进军艺能界，并成为时尚杂志封面人物及品牌代言。3月26日，她与妹妹光希在社交网站晒照大显姊妹情深，幕后更由木村拓哉操刀。照片中两人身穿姐妹装，姐姐西美躺在光希的身上，光希超调皮地捏着姐姐的脸，两人对镜灿笑，元气满满。西美留言称服装是爸爸木村买给他们的，并感谢说感谢老爸。而光希则自曝照片由爸爸操刀。西美与妹妹木村光希一样，将率先在时尚圈发展，她的初次亮相就登上了日本版 Vogue 5月刊，这资源简直绝了。